C'est quoi un tir? Voilà.尽量夹在这个面平着的，别这个挖这个这样，这样那个水平着这样翘着就不行了，翘着这大缝这搭不上了就。啊，小姐好夹，人家不要好夹。好。然后可以这样，把这个底儿给它卸了。调一下，跟他两个试一下，演示一下就行了。固定好，然后就开始往上摇。这焦距可以。不一定305，可以306，304也可以，有的撕掉是吧？大条的时候。大体的哈。对，大体的，它可以搭上嘛？假如搭了不想发那个偏角，不想发那个很那个深的话，就偏着角。这个直径。中间的直径。中间直径是。二十一乘以3.14，就是68左右。内容不能冲了，转回去就是直径乘以3.14，这个内容不能超过这个长度。对。然后就在这书上内容，在这咱们书上字母，5SD456。现在内容是42是吧？对。现在是42对吧？是看 X 是吧？对，看 X。60啊。行啊，65.94，可以啊。55啊。然后这样填充就可以了。然后 Ctrl 加那个方向键可以旋转了。Ctrl 加什么？加方向键，四个方向键。啊。转一下。就可以旋转啊。看出来了。咱的电线是电红网，现在这个红网在这了，在这个位置可以往上挪。这个打这位置，这就这位置行了。再打这位置，往那个位置移。然后再取消，速度进行调高。一般来，那个金属材料调到380的。因为它在这面积大，分别那个功率为弱和衰减。然后点了一个开始的 mark， 就是内表壳。然后，再给它一点。输入直径。对。别的都不需要改哈。别的不需要改，别的学的好了吧。然后这样红吧。对的。然后可以点开这个。mark 啊。好了，卸下来就行了。对，卸下来就行了。行。